8月2日，某品牌发布微博称赵丽颖即将和大家见面。随后，赵丽颖工作室转发微博，8月22日和赵丽颖共赴荣耀盛宴，期待重逢，北京见。正式官宣赵丽颖产后复工时间。赵丽颖自三月生子后便一直很少公开露面，此次工作室官宣复工时间也令粉丝们十分激动，纷纷留言称一年没见，终于8月22号姐姐出来了，倒计时20天，